来到丁小雨的频道，跟着小雨去旅行。上次才涨价过一次，托运行李刚刚称下来是10.2公斤，没有多收超重费。机场上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是去金门，这一次要带大家去的是澎湖哦，因为现在有澎湖的海上花火节，这次当然要赶在6月底前带大家去朝圣一下啦。这次影片呢总共是3天2夜的行程，会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吃喝玩乐，继续把这支影片看下去吧。前几天都是下大雨，今年度的梅雨真的很厉害，但是我要起飞的时候竟然是好天气耶，好期待哦。这一次的行程其实是我的自由行行程，上次去金门也是自由行，这次去澎湖也是自由行，大家一定要把这影片收藏起来。那当然每一次我的影片啊都会把完整的资讯写在资讯栏，有一些章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景点资讯。机场超商好酷哦！我到澎湖了，天气超好的。打开一下现在天气，好 lucky 哦！原来我上一次去澎湖是8年前了，天哪！8年前的记忆。租车行的接驳车，在这里租车的。国民租车，这里租车很方便，它会载你到机场，来回都有这样的服务哦。这家河库还蛮美的耶，这个外观。这一条是澎湖的中正路，现在在马公商圈，等一下要往这边会走这个区块。看我多怕晒啊，把我的袖套穿在脚上。这是租车行的安全帽。不是很好看。出发去跑景点，蓝寮工程有机农场。哎，它这里有个小的风力发电呢，现在没有风，没在动。澎湖的特产随处可见，枯老石也可以叫做老枯石。澎湖的线花天人菊，我的澎湖第一餐要献给这一家农场。天气好好哦，现在已经是中午的时间了。有一个素食的选项，南瓜蔬菜面疙瘩。哎呦，风好大！我的套餐是180元，这是风炉茶，在地的特产。澎湖第一餐是小腾腾的鱼饼，而且只有5块的座位。开动，开动！吃的好满足，生意超好的，一直都有客人来。今天是平日哦。哦，有南寮，又有北寮，随处都有这个。它的果实肇事主庙。现在抵达了南寮社区，这里有一个浮球秘境，带你们去看看。哦，这乌龟也太可爱了吧！整排的乌龟存钱筒。
赵氏古厝。穿越在古厝当中，以前都是用这一种海边捡到石头盖房子，特色是什么？不用钱，在地人说的。浮球迷宫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被打到，不错，这是还蛮新的网美秘境，我之前来还没有这个景点。出来了，哎，发现这个上面写潮州，哎。可以发现到一些蛛丝马迹，这里写福建、台南，这颗嘞没有。那我最想看的是这个最大颗的，知道它是源自何方？没有看到什么线索，哇，好重，好像地球，地球仪的感觉。这景点一直陆陆续续都有人来，这个浮球秘境真的很多人来拍照。澎湖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在地，像是小文化吗？自己的机车真拍，你看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六台车，就有四台车它的车后面的盖子啊是没有盖起来的。我刚刚有问为什么，原因是这里天气太热，他们是为了散热。好妙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现在我来到了果叶灰窑，也是很多人会来拍照的打卡点，所以看起来真的很美。咦，它是废弃的，现在是没有烧窑哦。超棒的，现在整排的尾巴，尾巴的消波块，到澎湖的沙滩了，爱门沙滩。我现在踩在沙滩上，哎，这次行程当中第一次来到澎湖的沙滩踩沙，哦，好棒！好多人在从事水上活动哦。哦，还有水上摩托车、香蕉船、沙滩排球，好热闹。这里是林头公园，在隔壁而已，骑车大约一两分钟就会到了吧。啊，这里好幽静啊，下午的时间比较没那么晒了。这公园有秋千，还可以拍到菊花，拍到鲜花。迷宫吗？咦，可以走吗？可以耶！哇，好酷哦！爱门沙滩的位置，这里很多人在玩水上活动的地方，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走路就会到了。踩水，踩水，呼，哇，好冰啊，舒服啊！好久没到海边了。好久没有这样踩水了，就这样泡着也觉得很棒。我觉
得我又晒黑嘞，我在镜头上看起来好黑。哇天哪，澎湖的第一天我就晒得跟什么一样啊 ！Oh my god！旁边就有洗手间，你有来玩水啊？想要去灌洗也很方便哦。今天的日落好朦胧哦，原本是要在海边拍日落的，现在先赶路回市区。是糯米卷一份70，超大份的。最大特色就是我们全部都素的。我们这边请建国素食炸。好啊，来哦，好隐秘。你们几年了？20，这么久。可以到脸书搜寻建国炸会。那我们这个是糯米片。这是炸的糯米片，很酷哦，真的是糯米，一片15块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很特别。你怎么长那么可爱？叫黑皮。黑皮？他鼻子黑的。那你跟他叫黑皮。这里又一家，全都是素的，太多种类了吧？可以调换口味。下面这个仙人掌红豆茶，就是我们澎湖哈陆地上夏天越热越有，叫做山参，还会就是紫菜跟海菜，就是冬天海里天气越冷越有了，两个是相反的，叫做素食的山参海味。其他的素食店都大部分都是饭跟菜或自助餐而已。老板，这一段是背了多久？我也是背好久了。而且你看看这个有没有？我们有千层锅哈。哦，澎湖的花生。这样看看口味。好哦。正港柠檬汁，大杯的50元。701号房，大家来看看。第一次其实是要订双人房，花火季真的是非常热门哦。到最后他们只剩合适的6人房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空间。老实说，蛮挤的，而且很像那种背包客栈的感觉。带大家去看一下浴室，浴室是干湿分离。哦，我现在好对。还有一个面盆啊，这地垫、马桶、淋浴设备、沐浴乳跟洗发乳，置物的。是那一拖鞋，简易的备品，冰箱跟液晶显示器，打开窗户的风景很好哎，超好的，可以看到夕阳哎，微微的夕阳。前面是马公馆，它的 view 蛮不错的哎，7楼的视野是这样。再来给它环景看一下。好了，看完我等一下赶快去灌洗一下。今天来到澎湖的第一天，其实蛮狼狈的。休息一下，要去准备晚上的重头戏——澎湖花火节。现在要准备去看烟火了。现在是7:30，去市区晃晃。哇，好热闹哦，好多人啊！前面超多人在这里，好像垦丁大街哦。这家冰店人超多。6月13号。这瓶290很便宜耶，让我很惊讶这里的物价，蛮好看的耶，这个价位我觉得 OK。这家店有2层，我很推荐。有时候你去一些观光景点，有一些大街东西都重复，但我刚逛了一圈，我觉得东西有蛮多个，我都还蛮喜欢的，价位很亲民。经过一家很热门的店，还超多人。它的饼还有蛋都是用炸过的，让我想到胶西的葱油饼也是这样子的做法，差异就是它有加了小黄瓜，所以会比较清爽一点。第一排衣服很吓趴哦，澎湖的名店文石店，有人会特地来澎湖刻印章。这个花沙饼这个很酷，花火市集耶，来逛来逛，小夜市的感觉。还有试吃摊，糖葫芦、炸物啊、煎的东西、鸡蛋糕、小游戏区、饮料跟现做的美食。一年一度的澎湖花火节开始咯，这个澎湖限定的啤酒哎，淡淡的香跟一般的啤酒比较不一样，比较不会苦，比较顺畅。他们说上个月才出而已，当然要买一下啊，未成年请勿饮酒哦，买来当纪念用。
备哦，七色彩虹花。好，那就给我们花火阵，三、二、一，爆发！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。结束大约十分钟吧，可是现场已经全部都散场了。烟火释放的时候是没有亮路灯的，基本上你要人进路径是不可能，除非你自己带灯，带灯会影响到别人。我自己的建议是哦，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拍照，你只能拍到烟火结束之后，或是烟火释放前，它的这个彩虹桥跟路灯都是亮的，是很好拍的，就跟我现在一样，是可以同时路径。刚刚有听说大约你要五六点就要来卡位，才有可能在海景第一排。我自己觉得海景第一排坐着欣赏就很厉害了，所以强烈的建议大家要提早来，才可以卡到一个最好的脚架的位置。我自己觉得今年度二十周年的烟火啊，跟回味了八年前我欣赏到的澎湖花火的感觉，感动跟感受又不一样。我今天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很精彩。好啦，今天有一个满满的收获，也是今天澎湖自由行的尾声，完美的一个 ending， 好开心哦！好啦，我要赶快准备回民宿休息喽。一二三，厉害吧？一些吃喝玩乐，还有住宿景点等等这些，我写在以下资讯栏，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哦。今天影片就要结束了，记得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下一集澎湖之旅见喽，晚安。